大家好，我是小兔，来自501小队，很高兴能在此与大家分享一点我的义工经历。我最初是在欧洲战友团 VOH 做义工，参与美国大选前的13天终极战斗项目，在英语组翻译一些亨特硬盘相关的信件和一些采访节目等。所有参与这个项目的义工都很积极，任务一发布马上就被领取，手慢就继续等下一条任务。大家都希望川普能当选，仿佛曙光就在眼前。但结果大选成了一场闹剧，没想到美国的选举可以明目张胆的造假，灯塔国再一次让人失望。不过这次选举也唤起了更多民众的觉醒。 VOH 解散之后，我加入到喜马拉雅巴黎七星农场及法农，在英语翻译组和宣传推广组做义工。由于农场的变动，于去年6月加入奥喜农场，编入特战旅九中队其他任务组。根据最初在法农所述的团队，选择在奥喜农场多语组服务中心从事英语翻译工作。多语组盖特转发以及定点投放宣传推广。因奥喜农场框架的变化，今年1月又重新被分配到特战旅，加入五中队，参与到小队的日常工作中。由于在特战小队的工作流程和模式有些变化，最初不是特别适应，不过很感谢队长的提醒和耐心的解答，让我能尽快适应新的工作模式。回顾这一路走来，